大家好，我是 Galaxy Workshop 的讲师 Karen。 那今天看到我穿得这么青春洋溢，就知道我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啦。那想起我过去在学生时候的第一支智慧型手机啊，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很普及，所以我们都要偷连一下学校的 WiFi。 那学校为了避免我们就是过度沉迷于网络的世界，还要把那个网络锁起来，我们都要偷偷猜那个密码，然后再找那个 WiFi 最强的地方才可以连得到网络吼。现在其实呢，智慧型手机人人一支啦。那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特别来介绍我们今夏最新的一款新机，它 CP 值非常的高，价格也非常的亲民，就是我们的 A23 以及 A13 哦。这次的 A23、A13 都搭载了 V 极限全萤幕 ，A23 是6.6寸 Full HD Plus 的画质，加上120赫兹荧幕更新率 ；A3 是6.5寸 HD Plus， 加上90赫兹的荧幕更新率，让你在看 YouTube 影片、追剧、逛网拍、打手游等等都非常的好用。除了影音效果之外呢，我们会说这支手机真的 CP 值。非常高的原因就在它的相机镜头，它都搭载了各2颗的景深以及微距，那加上呢主镜头是5000万画素，特别是在 A23 的部分呢，还有 OIS 光学防守阵，让你可以在边走边拍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稳定不失真。那有时候出门在外要充电真的是一个大难题嘛，那有些人会选择要带行动电源出门，那有些人就是没有，这时候就会跟别人说，哎，同学请问你有没有行动电源啊？OK， 好，他没有。那我们这两只手机其实不用担心，它都搭载着5000毫安时的大电量，那你出门在外一整天都不用担心充电的问题哦。在这疫情的情况下呢，我们每天都会戴着口罩出门。那如果想要解锁手机的话，很多的手机都有支援脸部解锁。但如果你不想要拿下口罩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用侧边指纹解锁的方式，就像这样子，轻轻松松我就可以解锁我的手机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讲到指纹解锁的话，其实还可以用在我们的神送配上面哦。如果你在下课期间或者是呢补习班中间休息，想要去超商买一杯饮料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出我们的手机，使用神送配就可以完成行动支付了。那里面的话也可以绑定你的各种载具啊、会员卡，甚至学生没有信用卡的话，也可以绑定千账卡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那今天的 A13 以及 A23 开箱的一些介绍，大家都有心动了吗？那我们今天讲到了非常多的功能，包括像是5000万画素、OIS 光学防守阵、神送配、侧边指纹解锁，那或者是呢 5G 还有5000毫安时的大电量，对于学生来说，真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功能规格。那也是你在暑假打工之后能够轻松入手的一支手机，像是你是国中生啊、高中生啊、大学生来讲，都是你今夏第一首选哦。那如果今天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 Galaxy Workshop 下次见喽，拜拜。